哇，这么巨啊！完全进不去。哎呀，这炸了！用力！妈股再撞了啊！来啊！哇哦！进去了！哎，不好看啦！哎呦！走啊走！要多少钱啊？这种，我知道。人家维修车费多少钱？好，78块。哎，怎么你撞成这样才78哦？看来我撞的比较厉害。我都选这种奇怪的颜色。我要选一个比较特别的颜色。轮胎会爆哦，这不是防弹轮胎哦。所以我没有一直磨，只是磨一下而已。帅帅帅，这个帅，等等等。哎呀！啊！有人跌倒了。杰克连这时候都要骑人。哎、欸，你怎么颜色不对啦？不对，进去，不然我要挡门哦。不一样，颜色不对啦。不对啦！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我要开车去填海了。不要，等一下，那会失败哦。不管了，这天还天海了，可跑了啦。他往海边去啊，还没到那个章节，等一下再填、啊。第二章才要填海啦，去填海了，填海了，不管了，填海了。哎、欸，你什么都没做，还帮你付100块、欸。我明明就有。不是，他还要叫我帮你付100块修车费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没撞到吧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刚开门的时候，把手太用太大力了啦，把它坏掉了。对。我要当藤原填海。你要填海了吗？好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Go。走喽！不要这样测哦哟！在我的世界里没有红绿灯，没有红绿灯。你去阿 P 服看看看，看我会收到罚单，把罚单收好收满。啊！哦、oh, ，怎么了？没有，这里的车都有点失控。是你失控还是他失控？他们失控，我只是就试枪，他们就失控了。当然啦、啊，我没打他们人啊，我只打他们车子啊，他们就整个就吓一跳，吓一跳。当然会吓一跳啊，就跟我拳头没有挥到你，挥你旁边，你也会吓一跳。哎呦，差点把车塞住！哎、欸，卡了一下。塞到哪？塞到哪？塞到不该塞的地方。哪里？哦、你们知道的。树跟墙壁中间。我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。不要弹我的伤心处，好不好？像我这种开车技术，在 RP 就会被补起来。不会吧？罚单而已，搅一搅就好了，又不会。哦、警察就是缺你这种业绩哦！你看这种侥幸的心态，就是反正这罚单缴缴，杀人也不会怎么样啊，又不会死刑嘛。那我去哈基那个师傅金，一定要我当警察，一定哎，你说，然后嘞，监狱，哦，到监狱外围啊，监狱外围绕过去啊，哎呀、啊，哎、欸，卡卡卡卡卡卡，为什么画面会卡？刚刚还不会卡的、啊，喂，刚刚不会卡的，卡一下卡在奇怪的地方，哎，卡在奇怪的地方，奇怪的地方，奇怪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是哪里呀、啊？监狱门口，奇怪的地方，门口，对啊，怎么刚刚门没打开？
对啊，刚刚门没打开，刚刚门没打开哦。怎么会这样嘞？不知道、啊，也太刚刚好了吧？不要问他。对啊，刚刚门有打开啊。啊？他最近总在打字啊。奇怪的地方。啊、哦，没有第五个人啊，那个是杰瑞德，对，大干爹，大干爹哦，那个钱很多那个，对，差事都靠他的，嗯，靠他赚很多钱的，你们没有吗？你们玩 GTA 没听到这个声音吗？有个 NPC 客会跟我们讲话啊，对啊，那每次都跟我说不，就是不要提起他。阿克亚，阿克亚，抢阿克亚，找阿克亚，阿克亚。我的车呢？在这。什么？我还在转圈圈。我在原地，然后我什么都不能动，为什么？我在转圈圈。啊，有人可以动了，可以动了，可以动了。要来花手机？需要在吗？好啊。我黑花。我车怎么烂成这样？车子没有修。啊，那。打电话叫技工欸，嗯，你要叫一下啊。可是修车好贵哦，一两千块算了。没关系啦，修一下啦。我怎么看到一个人在一直在换外观啊？你们按 Z。对啊，看到一直闪，一直闪欸，为什么？对啊，现在换衣服吧。没有啊。你说 CYQ 那个？对啊，他刚才在换衣服，现在没有了。哦。是路人吧？嗯，应该是。不要后面的。不是，我被射。哦，好。你被射？被射啊！下面一个很大的红圈圈呢。嗯？帮派吗？我到塔台了。为什么歪了啊？不，我们被超越了，哈基。司机，我最快就这样。你好远啊！我直接进去了、哦。司机，好，放弃功课看直播，不要啦，不要放弃功课啦，功课还是要看啦。哎、欸，不对，这个是要进入那个灯塔里面偷资料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偷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偷资料之后要出来，我们可以直接在门口等也是可以的。对啊，你们在外面等就好了吧？上塔顶，投资量，投资量。阿克，不是阿库拉，阿克亚，阿克亚，哎，就是阿克亚就好了吧？啊，阿克亚。各位乘客，接下来会开始头晕，不好意思。What the？我晕到看到星星了、欸，怎么这样？是吧？哪种星星？又在下载啊？动物园的那种。那个司机啊，可不可以往下降啊？司机，你说这样吗？也是可以。刚刚杰瑞死掉了。一对啊，我、哦、看到了。好喽。雨月可以自己处理吗？没关系，我大不了死出去而已。好。为什么没看到点呢、啊？有啊，背包 ，H 的那个。H。嗯，上面一点那边。嗯。H 哦。哦。我要北七。放弃功课看直播，那我要为了你关台咯、啊、我要为了我们可爱的粉丝关台。吃东西。对啊，吃东西。为了粉丝吃东西。考试很重要啊，除非你是真的有规划要直接出来工作啊。嗯，学生就好好当学生啊。对啊。虽然我知道学生压力很大，不过你要知道出了社会压力更大，差不多也大，压力说你们
你们学生的时代的压力会很单纯，就是功课。但是等到你出了社会之后，你的压力会变得很多元、很复杂，各种压力聚在一起。嗯，会变得更不好处理。对。哎、欸，雪花在那边骗我说钱很多，结果不为我的子母字母啊。那炫耀说哦，我钱超多哎、欸，就派过去的时候回来没有加东西，搞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喂东西给他。对啊。哇。他说啊，就刚好没上线哦。啊，过去就他零食都卖完了，没有让你买的机会、啊。零食卖不完。刚好那个时间没有上线呐、啊。有缘啊。怪我咯。哎、欸，我过。你是在想为什么我们附近那家拉面店？我卖女汤什么什么拉面、嗯，男汤什么什么拉面，为什么就没有母汤什么什么拉面呢？你喜欢母、哦、好母哦，好好哦 ，OK， 我也是罗汤。我只是好奇，怎么没有这东西？我没有说我喜欢。我以为你喜欢的是罗宋汤之类的东西。宋啊！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什么啊？你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啊？我不懂哎、欸，这是我真的不懂哎、欸，到底说了什么啊？撒回女汤、男汤、母汤，还有什么汤啊？罗什么汤？母汤？罗什么？罗什么？罗宋？乐乐汤啊？对，罗宋，罗宋，罗宋，对对对，罗宋汤，对对对对。哦，下面怎么愁惨啊？抢到了吗？快、yeah, 快到了，我是到了啦。我被卡下去，我被卡定位。啊，不用打电话，直接上飞机走人就好啦。人家抢劫嘛，上次抢劫拿了多少钱很穷？那、啊、就免钱的啊。啊你就是喊啊，打！别打警察，我会揍人。我打了。感觉这句话在讲杰克、啊，还是打了算了，随便，我们下来抓他，抓他。没有杰克，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规划、啊。你看他现在活得很好，过得很好，过得很痛苦啊。对啊，什么东西啊？过得好，过得痛苦啊。标题有点奇怪。你看一边要开台，一边要工作，一边要顾学业，你看他多痛苦。对啊，还要养儿子，养女儿。养什么儿子？对啊。啊，你们不知道、哦？我觉得杰克你，杰克你还没公布啊、哦，抱歉。哦，抱歉，抱歉。哇，不小心讲出来了，郁闷哦。哇，怎么办、啊？哇，怎么可以这样为难杰克？哇，在场的观众都都没听到哈、哦，观众没听到，观众没听到，不要说是团团的哦。不能讲、哦，封杀了，说。潜行模式怎么开啊？还是现在不能开 ？F F 吧，不是 F。看有两个人都讲一样的话，那一定是了。不是，加进去，喂，加去了。我呀，按到 F 啦！你来我，我都有啊，我能去我都去啊。杰克儿子是不是就叫小杰？小杰。这都超能力的那个吗？你看过阿崩子？你给我滑开！只干人！啊，你请 S 的哦，请 S 的哦。嗯，那杰不是那个杰，改叫别，睫毛。嗯。可以啦，应对就好了啦。哦、oh. ，嗯，那叫杰瑞吧。杰瑞，有登山客，欠炸！妈，救命！登山客，我是登山客，我是老百姓，不要炸我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边草皮不能踩。好，有人踩草皮，我去处理。弄他，弄爆他！谁踩草皮？没事，没有。有看到白点点，他被我标起来了。有。哇，你们这群人，来，挺歪了。哎、欸，这样也可以哦、喔。这样也可以。啊！哦。嘣！有听到蹦声吗？
有。啊！五二，哇！好啦，来正式啦！快打啦，警卫！警卫哈！警卫不要闹事啊！警卫，警卫，卫卫，警卫服侍，警卫卫，哪里？啊！我要错人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要到一个路人。哦，然后就加入了，我要一般市民哦。哇哇，他要去设施拆东西了。你的忠贞不二已经结束了，你的忠贞不二即将重置。哇，教我吗？教你吗？啊？教你什么？不是幺幺幺幺幺啦，要到设施了。哦，你说到设施哦，我也是。要再进去就好了。哦，已经抢，该抢的都抢完了。抢了。要抢啊？在要干嘛？不是，就是现在是准备啊。哦。资讯快递那些。哦、oh, ，要交换吗？要交换我玩看吗？还是什么？就是假如有分队的话，要交换我玩吗？还是就一样就好？都可以，还好。我们都有经验就快速过，你还要换重来一次吗？没有，我想说，假如交换队伍啊。你是不是讨厌哪个队友？你是讨厌谁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上次不小心越比较多次。我只知道上次有人在走星光大道而已。好的，好啊，我这次再来走一下。对呢，我把那个记录档删掉，应该拿回来的。我配赌神的歌。可是另外一队要开直升机哦，杰克。我知道啊，你只会看到一个酒醉的直升机而已。我还是我开，不对，要杰克开，要拉练技术啊。你是真想开到十二点啊？那好啊，我跟哈基去那个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哈基要吗？好。好中护甲，怎么那么便宜？才三百多块。哦，有代言就不一样哇！果然，哇，代言的有差，最近有特价啦，有哇！是不是跟代那个厂商讲好？对啊，有稍微讲了一下啦。哦，好好哦。为什么是最近才特价、啊？这几天会比较便宜。哦，原来啊。啊，所以要买的赶快买哦！啊，广播要记得关哦。我还在那个画面、欸、我还在模糊的画面。你是正在加入的、欸、对啊，我还在那个模糊画面。你加入都这么慢啊，赌神。慢慢来哦。那等一下会不会直升机开起来也超慢的？没办法加速。然后歌都放完了，怎么还在天上飞啊？你不下来？没有，他直接不飞起来了，直接在地上滑。这直接第三滑也蛮厉害的，哟，加不进去哎、欸，点九，加不进去哎、欸，哇哇，杰克是不是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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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！CEO 办公室现在有一栋免费，是限定免费吗？是那种时间到就要回收的那一种吗？哦，试玩版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借你看看哦，借你体验个 CEO 生活啦。嗯，展示屋哦，那借你看看、哦。对啊，展示屋时间过了就收回去的那种啊。哎、欸，我进不去哦，我重开吗？没关系。看你，我重开一下好了。看你能多低。要上。嗯，虽然好像玩 RP 服不能这样子，因为我有想过一件事情。嗯，就计程车司机不是很常撞坏吗？对啊，如果随车配一个技工嘞，有没有？随时可以修。对啊，可是反正就是他们也要叫电话、哦、啊，不如就是说你叫这个技工收他便宜一点，就是随车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就跟在旁边这样子。对啊。哦、我好了，声音很小，真的假的？好你又很小啦，感觉你的 OBS 的问题而已，我们听都很正常，我们听是没有变啦。对啊，再做他小他生气了、欸。你是 OBS 的调到啊？麦克风是这个啊？我们是老医护人员。
我们是回收小队。哎、欸，那边很痛哦，你们自己小心哦。哦，那医护人员那边也是很痛啦、哦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你那边很痛哦。你要去看看。什么意思？不要。你要过来啊，不然我怎么过去啊？哎、欸欸，这个人、你是另外一边的，哎、好好好好好。哎、欸，他说和不同队伍的玩家，这个将会从知名的班队走到十条病毒、欸。啊，不同队伍的玩家，你们左下没有出现吗？有啊，哦，没问题哦。犯罪首脑挑战四，犯罪首脑反正我们过不了啊。会不会是我们上一次的啊？那是忠贞不二。那走啦，你按确认他没有跳东西出来。很正常吧，有了奇怪的地方。嗯，等一下，那个人还是很出戏啊，那个人。他自己等一下你可以摸个够啊。摸什么？你吗？我不要摸你。没有摸你，等一下就知道摸什么了。摸什么？可以摸个够。摸。摸。我们是要开这台对不对？你们要开救护车？哎呦，最近常开哦。哎呦，看你的车怎么那么远啊？我不知道怎么停那么远。我不知道，可能你要问那个技工啊，他怎么把我停那么远。哎、欸，你好，